董事长，好航来了。董事长，我先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吧。以后汇报工作的事找钱博就行了。哎，我找你是另外的事儿，坐吧。哦，据你所知，林强背后是谁在给他撑腰啊？我原来以为祝峰山在他背后支持他，现在我才弄明白，真正在背后支持他的人是陈行远。没有吧？哼，这么说你是不知道？不是我不知道。好像真的没有。之前是夏欣把他招进来的，很护着他。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了。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你了解什么呀？你要是真的了解，就不用我亲自下场替你找回面子了。董事长，你，郝伟，哎，你是联中的老员工。临海分行一直在想闹独立，这个情况你应该了解吧？我把你放在龙源这个位置，你应该成为总行的一颗钉子，你要碾压他们。原本我想趁着祝凤山在那儿闹辞职，就彻底把他给换了，由你抓住龙源行，那就算是拔了分行的爪子和牙，保证联众银行的完整性。可你倒好，让一个年轻人给玩了。为了你，我只能放祝凤山一马。董事长，你还是把那小子给辞了吧，他可是王八咬人不撒口的。你第一个月的业绩做得挺好，下面有没有把握赢？最讨厌的就是意外。不是总行不支持他，分行也不敢啊。他现在要存款没存款，新项目也没有，他拿什么东西跟我拼啊？他比你年轻，你要警惕，年轻人鬼花样多。我希望你搞清楚。你最好弄清楚。林强。干嘛呢？董事长是在这儿吧？你胆子是真大呀！这是你说来就能来的地方吗？没有分行领导管是吧？有什么事儿找你的陈行远说去啊！下去。哎呀，你也用不着这么凶我。你哥是让张龙虎骗了，又不是让我给骗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不知道啊。前段时间，师娘让人跟踪了，因为一包材料。什么材料？
我到处找你呢，你这吃的够早的。这郝伟来了一早上了，一直想见见你，想请你吃个中午饭。说过了，你去跟他说。哎，领导啊，我让冠飞跟着他，可不是我支持他，我是有私心啊。这我知道，不用解释。他想说什么呀？不就分行做主，早点合并呗？可以啊，但是得满三个月。这我不明白。他也不明白。可是这算句话，对吗？你不是斗气儿吗？这今天上午两个重要的会议我都给推了，就是等他来辞职，好安排合并的事情。他人来了，可没辞职，又整了这么一出。我知道郝伟心里得好气儿，他如果想喘舒服了，自己想办法。那我怎么说？第一，分行不会在贷款和息处上出手帮忙。第二，分行和他只有业务往来，没有人情世故。第三，银行最讲信用，说好90天时间，希望大家遵守。否则总行难办，我也难办。这么固执，这林强要疯啊！那咱们商量的那个，他不接受这个人事安排。哎，也好，无非就是全输或者全赢。